台中县政府建设处的同仁再传上榜的捷报，继今年二月建管科的技师吕印杰考取了建筑师的专业执照之后，技政蔡炳轩也在近日通过了土木工程技师的审议。县长饶庆麟22号的下午特别颁证了红榜祝贺，也大赞建设处的阵容是更加坚强了，同时也期盼蔡炳轩能够继续的留在县府服务，追随父亲的脚步，为台东乡亲来服务。县长饶庆麟送上大大的红榜，祝贺台东县政府建设处技政蔡炳轩通过土木工程技师审议，成为继建管科技师吕应杰后第二位考取相关证照的同仁。县长也赞许他是台东县政府之光，希望他留任县府为台东建设打拼。炳轩技政呢，取得土木工程师的证照，这意味着我们建设处的我们的战力又更坚强了。但是呢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，忧的是炳轩呢拿到这个证照之后其实可以出去开业，服务更多的民众，但是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期待能够和他父亲一样，以服务民众为优先，继续留在县政府呢，来和我们一起打拼，来让我们台东的建设处更有战力，来服务大家。36岁的蔡炳轩是台东子弟，学校毕业后在县府担任约聘雇人员工作，同时也积极准备考试。3年前通过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考，留任县府建设处工作，并于今年汇集了在县府工作的相关资料送审。今天传出了获得审议合格的好消息。谢谢那个县府的长官，那个时候栽培啊之类的，对啊，这个就是让自己的身份多，就是多一层那个价值啊，这样子，类似是这样的意思啦，对啊。蔡炳轩也表示，目前没有离开县职的意愿，将如县长所说，留任县府为台东乡亲服务。记者肖佳慧，台东市报道。